因为我们刚刚在影片当中看到拦车的这个动作，所以我觉得互相来猜猜看对方，如果他演绎的是某，他去拦某一种车，你是不是可以猜得出来他拦的是哪一种车？任何的车都可以哦，是不是很简单 ？OK 吗？你两位哪一位要先？我们让资深的先好了，他找你一件拿影帝，虽然比你出道早20年，你可以吗？但在台上动手动脚。好，我出题目喽。一耳朵要过来啊！可以了哈，哎，你细节都要做出来哦，所有的细节从那边开始怎么样，然后车来又怎么样，才可以让普通人精准的猜到。多久啊？大概1分钟以内。还是你看他来的时间，我帮你计算一下。1分钟完成。对，1分钟完成。对，应该30秒之内要完成。我喊 action 哈，来，5、4、3、2 ，action。靠着，我要帮你 voice 哈，拿手机，看一些不知道哪里来的网站。这时候突然抬头，哎，啊，跑。追，然后停。OK 吧 ？OK， 我刚才猜出来吗？是。它有一个等待的过程，然后跟滑手机吗？对，滑手机。对，什么情况下是会在路边滑手机？然后突然经过就怕。对，男生常做这种事，所以你可能很难猜。他常做？他常在路边滑手机，然后又怕。那详细为什么的，我晚点告诉你。通常路边拦着两种车嘛，一个是机器车，二就是公车。是，应该是拦公车的。你就觉得拦那种是公车，对不对？刚刚在后面。什么拦？就拦公车。拦住公车。拦住公车，所以你刚刚表演的是什么？去拦什么车？公车。公车 ，bus， 答对了，掌声鼓励。好，来，我们位置交换啊、哦，来换吴方荣出个题目，让你告诉我。也是要从细节做出来啊，不一定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拦这台车，可能还有旁边的人，还有别的人，还有一些跟你语言不一样的人聊，你会不会跟人家聊一下啊？怎么样？好，对，聊聊阿贝 ，Action！ 哎呦，提起来，好，碰到隔壁的陈太太。听说菜价要涨吗？菜价要涨吗？缘分是两脚。好，等了一下，好，突然听到遥远传来了那台车快来的感觉。哎，用抛的是不是？用抛的，好，插在隔壁的王太太身上，在不在？在，陈生。乐色车。是不是？你抛乐色也很好，而且你分一人分饰两角，你陈太太也很好，所以吴康仁是。乐色车。是去拦乐色车。拦乐色车。对，答对了哦，两种公车跟乐色车，两位影帝都可以精准的呈现。像陈思记者很精准抓住时间一样啊、哦！好，那今年呢是2018年，也是 CD 城的这个100周年的生日，所以两位代言人也特别准备了一个礼物要送给 CD 城，我们请。